看看新闻网。电影《伤心童话》举办了开机发布会，作为浪漫爱情风格的电影，更让大家好奇剧中男女主演是否有擦出火花。而男主角胡夏也曾在微博中大胆地说自己喜欢刘诗诗，可惜刘诗诗并不喜欢姐弟恋。现场的刘诗诗知道这件事后，却并没有做太多解释，反而以姐姐的口吻教育起了胡夏：“不能瞎开玩笑。”知道。我是很真实的回答，他问我喜不喜欢刘诗诗，我说我喜欢啊，对不对？我说这么好，这么优秀的女生，为什么不喜欢？当然喜欢啊，但是她不接受姐弟恋。胡夏的防守反击很是凌厉，让刘诗诗面颊顿时通红。但是随后诗诗表示自己还是喜欢成熟型的男生。如果你说单说出来的话，可能我比较倾向于成熟型的。